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位在忠孝东路一段的49巷的巷口。今天要看的房子呢，是前面这一栋灰色的建筑，叫做正大华域。它是以规划套房型产品为主的一栋建筑，边间有少部分的两房。从这边步行到善导寺捷运站6号出口，前面看到这个捷运出口呢，约莫是1分钟。在对面红绿灯对面有一个华山市场的2楼的富航豆浆非常有名，常常假日或平日早上都需要排队。另外，在我们的入口的部分呢，这栋大楼建筑的入口有两个，主要规划在忠孝东路一段49巷前面的左手边。另外，在我们跟我们文化大学忠孝分馆的旁边的小巷子呢，那边有个出入口，比较小型的。我们现在看我们的主要的出入口的部分。随着画面慢慢往左手边带呢，现在我们看到的部分是我们的主要的出入口。它的公设主要规划在 B1， 包含有健身房、交易厅、卡拉 OK 室、会议室等等。那在1楼的部分呢，有一个小型的阅览室，包含我们的车道出入口呢，也是在我们阅览室旁边。就像我们现在看我们的机械车道出入口，它的车道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停车塔型的，一个是机械式的方式。那高度一样都是有一般高度 1.5 米跟2米的部分。我们现在看一个机械车位的出入口，我们看到旁边它的车高的限制呢，分别有 1.8 米跟 1.5 米的高度。在右手边的就是我们车塔式的进出口。